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一个事业是我是牵头的，但是我身边没有像戴老师后边的所有的这些哈，都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回头是一群人，都在为什么呢？都在为中国的歌剧事业。我没那么高的境界，完全被他感动。看他那个情怀，他被我感动了，我们就。